当我今天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，人们称我为张伯利牧师。说实话，我小的时候做过很多的梦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梦过说我会成为一个牧师。我小的时候我梦过我想要成为将军，我想我要成为一个将军，有一天我可以带领成千上万的军队来解放台湾。我现在我来到台湾了哈，我梦见我成为一个诗人，我想我成为一个徐志摩的诗人，因为我有丰富的情感，我对那块土地的热爱。我想成为一个作家，后来我成为了一个作家。在1989年6月4号那一天，也就是12年前，我站立在天安门广场。当我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前，我以为我是个作家，我想真实的记录这个天安门广场经过的一切。但是当我到了广场，我发现我太自私，我被那些青年学子那个热血所感染，我自己也热血沸腾起来，所以我就把我自己作家的职责忘掉了，我就投入了那场运动。我在那场运动成为一个学生的领袖，我担任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，后来我担任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校长。当枪声响起来的时候，那一天晚上我正在天安门广场，我们民主大学正在上课，严家琪先生那是在给我们讲民主、法治、自由、人权。但是枪声打碎了我们一切的美梦。说实话，那一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天亮，那是我第一次思考死亡。我记得当我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讲台上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军队洪水一般的涌进来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流泪。我想这是我的祖国，我多么的爱你。但是我看到那些军队来的时候，我想到那是我的弟兄，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知道很多的同学，很多的青年，他们天亮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那时我甚至感到我自己的罪疚，我知道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再有快乐，因为那每一滴血跟我这个指挥者都有直接的责任。后来我逃出了北京，那是1989年的6月9号，我在全中国流浪，我不知道哪里又是我安息的地方。很多的朋友他们逃到了海外，有的被抓进了监狱，但是我就这样的拼命的逃，拼命的逃。在那半年中，我经历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，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帮助我，过去是最知心的朋友，但是在那一刻你到那里你会看到他不敢帮助你。所以我们唱了一首歌说，耶稣是最知心的朋友，如果你人生没有经过那样的挫折，你看不到，你不会感悟到耶稣是你最知心的朋友。所以我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激动的流泪。在1989年年底，我逃到了黑龙江省最北方，黑龙江省那个中苏边境的一个小小的村落里。在那个村落里有一个农民，他接待了我。这个农民接待我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的惧怕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没有惧怕呢？我记得我跑到很多的朋友家里，他们见到我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该怎么办，当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呢我只有离开。但是我就发现那个妇女，她虽然做了祖母，但是她那两只眼睛看着我的时候，她是那样的坦白，她没有任何的惧怕。我就觉得可能她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我就问她，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姐姐？她说我知道，你不是张百千吗？我的力是斗笠的力哈，都读错了，读成签字的签了。我说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？她说你不是上电视了吗？我想我怎么上电视？对，那是通缉令啊，那电视每天中国的电视台都播王丹等21个人的通缉令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想他可能是在电视中看到过我，那我就提醒他，我说那不是什么好事，人家上电视都是好事，我那叫通缉令。他说管什么令，能上电视就不容易。他说你又不被通缉，你又不上电视，你干嘛逃我家来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是上帝把你带来的。我发现这个人还迷信，他迷信上帝。我是个唯物主义者，我从小就接受唯物主义，我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上帝，我认为这个世界的上帝就是人民，是我自己。
所以我就拼命的学习，我知道我慢慢就成为上帝，我自己崇拜的就是我自己。但是在那一刻，我发现一个农民他竟然信上帝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知道那个通缉令后面还有一句话你记得吗？他说什么话？我说谁胆敢窝藏，严惩不贷。他说那什么意思？我说难怪你不害怕，你看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我发现这个人呢，你文化不高的很幸福啊，他没文化所以他不得惧怕。我说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谁要敢窝藏我，我被抓到他也同样要被抓起来，我被判死刑那个人说不定就判无期徒刑。他当时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无期就无期，令我为你去坐牢。说实话，那是我半年来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一个人，一个人给我这样的一个尊严，他愿意为我去坐牢。我问他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你应该为国家多做贡献呢。那我在外面也没什么用啊，我就到牢里去好了，我也可以给你祷告，在那里还可以灵修。哇，他说的话我都听不懂，我觉得那是外国的话，我也听不懂。我就发现这个姐妹对我特别的好，她对我好的一个程度，她把家里那个鸡都杀掉了，因为大家非常的贫穷，家徒四壁，什么都没有。她唯一家里那个装饰品就是那个糊墙的人民日报，所以我每天坐在炕上，我就没事看人民日报，串圈的看。她把家里的鸡都杀掉，她把家里的杀的不是公鸡，而是母鸡。我们知道，在我在农村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我知道那个母鸡对农村的母亲来说是很珍贵的，因为她很心疼那个母鸡下蛋，她会用那个鸡蛋换回了孩子糖果呀，或者是火柴呀，生活的必需品呢。所以她是杀掉了，我就觉得这人为什么这样爱我呢？她当她熬好鸡汤，她端上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接到那个鸡汤的时候，我感受到这半年来我第一次的一个人这样的爱我。当我拿过的鸡汤，说实话我不敢喝，我就很警惕。一个人长期被冷落，突然有一个人对你好，你会很警惕的。你觉得你干嘛？你一定有目的，什么目的我不知道，所以最好不要喝。中国有句话是吃人家嘴短，对不对？拿人家手短。那我喝了你鸡汤，你万一你求我办事，我不办怎么办？所以那个时候突然想起毛泽东有一句话说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有道理啊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世界上。我想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爱我，他一定有缘有故。我想他什么缘故呢？我想他可能是有远见呢、啊、他知道有一天我可能被平反呢，我要平反，那我就不是王老四，那时候我的名字叫王老四，就不是那个流浪的人，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议员，对不对？像台湾很多反对派领袖不已经成了议员了吗？成了立法委员了，说不定像阿扁一样选总统也进了总统府呢。那他的家人安排一个工作，我想没有问题，小 case， 对不对？但是我想他可能没那么大的远见，他今年都50多岁了，都做了祖母，如果我这辈子不能平反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但是我就感觉到他的一种爱。有一天当他我刚喝完鸡汤，他把碗拿过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老四啊，姐姐有事求你。我说你看来了。果然被我猜中了，我说来了来了。我说那你看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说我现在连劈柴都不能劈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你看我能做什么？他说你还会读书吗？我说那当然，我现在就会读书了，我什么都不会了。他说好，你给我读一本书好不好？你知道姐姐不识字，斗大的字不识两筐，连张伯苓的俪都能读成千字的千，你想他能识多少字？我说那好吧，你拿来。我一想农民能读什么书？你们猜农民能读什么书？我一想武侠小说。哎，那个小说还不错，还挺消磨时间的。我说好吧，你赶紧拿来。他就拿出一本书来，当我打开这本书，我发现这不是一本什么书，这是一个笔记本，硬壳的笔记本。当一打开第一页，我发现这第一页写了一个四个字，叫约翰福音。哎，我想这还是外国人的书，因为中国人没有叫约翰。我就给他打开，我一打开，我发现这本书写了一开篇就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想这是一本关于神的书，我想可能是圣经。尽管我没有读过圣经，但是我知道那是关于神的书。这句话有一个字深深的吸引了我，就是道。你知道我在中国，我是个文化人，我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作家班的学生，我是在中国是个青年作家，我获过中国的文学奖，我也获过台湾的联合报的小说奖。
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追求道的人，如果没有道我真的活得没有意思。我记得在天门在北京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来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是台湾大学来的，他叫陈谷应。那这个老师呢是台湾的一个反对派的人士，台湾不太欢迎他。后来他就去了中国，邓小平亲自的接见了他，还把他送到了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。他在我们学校开了一门课叫做道法儒墨，那这是给哲学系开的课，但是我们中文系很多同学去修。我记得当他讲课的时候，我很欣赏他讲课，他讲课跟我们中国大陆的教授不太一样，那他就很自由，不像大陆这个教授很拘谨，所以他爱喝水，他拿一个瓶子自己倒完了喝，等他下了课那杯水肯定喝完了那瓶水。所以他跟我们讲一个道法儒墨。我记得要考试之前我就想，哎，他考什么试呢？在下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走，我想跟他 talk， 说不定他会透露点什么秘密。我发现这个老师很难透露，我跟他讲了半天他什么都透露不出来，那我就难为他，我说那老师你讲了一个学期的道，那道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我也不知道。我说那你不知道你讲什么呢？他说我告诉你啊，老子有老子的道，孔子有孔子的道，每个人的道不同，你知道吗？连强盗都有道，道义有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可能是规律，可能是源头，可能是一切你人生的总和，我说不太清楚。但是当我读这个约翰福音，我发现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哎，我想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不得了啊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道是什么，道是神呢，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道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本书我该读啊，我过去为什么不早点读，早点读我一定跟陈老师辩论辩论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告诉你道就是神。阿们，哎，道就是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哎，这个农民竟然读这种书，这么深奥的书他能读得懂吗？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每天为他读为他读，我就发现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人生的真理。那时候我非常的饥渴，内心非常的难受，充满了仇恨苦毒。所以当我读这卷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卷书就把这个爱浇灌在我的心里。尽管我那时候还不能信耶稣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一本好书，这真的是一本好书。所以当我读到有一句话说，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，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他说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我那时候又忧愁又胆怯，因为我没有平安，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被抓到，我不知道抓到会干什么，抓到是不是枪毙我，我枪毙了以后我要去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记得我那是常常的做梦，做噩梦，我梦到我被警察追，我就跑，怎么跑也跑不过警察，这警察跑得比你快，然后就被他抓到了，就我戴上脚镣子，然后就把我送到一个墙底下，就开始枪毙我。我看他们举起枪来的时候，突然那个枪变成了火箭筒，咣就一下子，我就撒腿就开始跑，我就喊警察警察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只手按在我的头上，他说主啊，你来安慰他，这个孩子心里有很多的伤害和惊吓，只有你能安慰他。他跟我说，孩子，这里没有警察，只有姐姐在你的身边。说实话，那个祷告真的是进入我的心中的时候，我就感到一种平安。我发现耶稣他说他是平安，他有平安，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所以当我思考这些，我才开始考虑到人生原来需要有一个信仰，原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，是有一个创造主。我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怨没有恨，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我发现我去天安门广场，我也怀着对我祖国的热爱，但是当枪声响了，我那个爱就会变成了怨，变成了恨。我想这个爱真的是很有限的，真的很有限，而耶稣的爱是无限的。后来我进了神学院，在美国我读到了这个爱，我读希腊文叫阿嘎培。那阿嘎培是分四个层次的，中国人的语言是有感情的，但是希腊语是没有感情的，只分层次。那第一个层次最高的爱是上帝的爱，第二种爱才是人和人之间的爱，包括夫妻之爱、朋友之爱，那这个爱就是有限了。你比如说你太太不爱先生，先生还爱他吗？这是有限的。但是神他的爱永远不离开人，因为他是最高层次的爱。那是我不知道，
所以当我给他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卷书真的就跟很多的朋友说，那是活水的江河，耶稣的每一句话语都进入我的心中。那是他们家庭教会聚会，他们每天都聚会，他不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他们聚会的时候就一个小屋挤了好多人，挤得地上炕上全是人，然后他们也没有牧师给他们讲道，就随便谁起个头就开始唱歌，谁说一句经文大家就跟着背，所以一唱歌呢，唱的那个能分十几个声部，我有的时候他们一聚会我就惨了，所以姐姐说聚会了哈，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，你知道农民很热情的，他不会出卖你，但是他会说哇，我们的孙子来个北大的学生，哇，哎呦，他参加过天门运动，他是副总指挥，那你就惨了，所以你还不能被他们认识到，所以他一来的时候我就得躲在那个地窖底下，因为躲在外边不行，外边太冷，零下晚上的时候都零下39度到40度，你根本在外面站不了一个小时，你受不了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躲在那个屋里边那个地窖下，那地窖装的是萝卜、土豆、白菜，所以我就跟萝卜、土豆、白菜在一起。他们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在底下听上边他们就唱啊，我就觉得这人干嘛都发疯一样，然后就喊哈利路亚什么哇，然后就说阿门，这个献上活祭，我后来记得很多词儿都在楼下记的，我说那词儿都是上帝爱听的词儿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但是有一天，他们突然有一首歌，这首歌深深的打动了我，进入我的心中。这首歌是这样唱的。只有四句话，他说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的平安。我就发现这首歌是给我写的，这首歌这样唱，我不知道唱对不对哈。他们我就跟他们学的，他们走调反正我也学走调了。这首歌这样唱的，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平安。我就觉得每一句都是给我写的，因为我那时候的担忧那种忧虑使我每一天都不知道怎么活过去，我不知道每天的时间我怎么能挨过去。但是那首歌说，你的头发神都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过去了，你不要去盘算，你盘算是没有用的。你像我盘算有用吗？我不知道我父亲母亲该怎么办，他们都70多岁了，他们能经过这样的打击吗？后来我在美国看一部电影，是美国给我拍的一部纪录片，叫 Escape from China， 逃离中国。我看到我母亲对那个记者说，这个孩子逃亡的每一天，我没有一天能睡一个完整的觉，我每天等到天亮，我不知道我的儿子睡在哪里，他有没有饭吃。那我能够这个担忧能解决这些问题吗？我想我的女儿在哪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女儿那时候才18个月，我逃亡的时候，她将来长大了怎么办，那么多的担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那天那首歌进入我的心中，我想对啊，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上帝好了，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担它，我要再担下去的话，我就不知道我能够再活几天。1989年圣诞节那一天，我决定逃离中国，那是我第一次逃离中国，我逃了2次，我2次都逃成功了。那我靠着苏联冰天雪地，我为什么选择圣诞节那一天呢？因为那天叫平安夜。所以我们刚信主啊，还有点这个朴素的那种那种感觉。平安夜，我相信平安夜一定是平安的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我想那天耶稣在天上看着全世界普天同庆在唱平安夜，我想神一定眼睛瞪得大大的看，一看就看着我在那吃苦呢，就帮助我。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先生还不信主，他的先生那就算慕道友吧，所以每次大家聚会的先生给大家烧炉子，往里添柴呀，烧炉子是很勤奋的一个人，但是就不信主。那天他突然说，老四啊，你姐信的主才2000年呢，咱们的老黄历可是5000年了，我给你看看老黄历该走不该走啊。他一打开老黄历，那老黄历后边写着大凶不宜远行，然后不准搬床，不准开业，不准什么都不准。那天他说你不要走啊，这老黄历很准呢、啊。我说我们中国人信了5000年的老黄历，可是中国人的命运没有改变呢。我说我不要相信他，我要相信这个上帝，是平安夜，这天一定平安。我记得我要走之前，
我的姐姐她在为我擀面条，她去出去借了一碗面回来为我擀面条，一边擀我就看她的眼泪一滴的滴在那个面上，我就看着她，我不知道如何跟她讲话，我就想到这一段时间她给我的爱，她让我那个冰冻的心开始复苏。姐姐说，老四啊，你再往下走一步，姐姐不能再帮你了，但是你要记住，神会帮助你，你要记住耶稣他爱你，他不会放下你不管，你不孤独的。他说，姐姐只有一个要求。我说，你说吧。他说，如果你遇到困难，你就向主祷告，他会帮助你的。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不管说什么要求我都会点头的，我都不会拒绝，我就点头说，我说一定祷告。可是我不会祷告怎么办？我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你就跟主说，你把心里所想的所求的跟主说，你要赞美他，你跟他说，然后最后你一定要说一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否则无效。那我就记住了。我是在凌晨3点钟开始度假。我为什么选择凌晨3点钟？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冷的时候，当地人叫鬼呲牙的时候，说鬼都冻得呲牙咧嘴了，那我想解放军也冻差不多了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渡江就比较安全，因为解放军他一个小时巡逻一次，然后他们很高的瞭望塔上他们架着机关枪，架着那无坐力炮，如果他发现有人偷渡他们就开炮，打不到你没有关系，他可以把冰打化掉，让你掉到冰里去，所以那非常的危险。我知道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再能不能活着我走过这个江我不知道的，但是当我走到江边，我一回头看天上在那高高的瞭望塔上飘着五星红旗，我流泪了，我知道我要告别我的祖国了，我是深深的爱这块土地，我小的时候就在这个旗帜下成长，父亲母亲师长们教导我说，我们要爱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的祖国历史上多少年来被西方的列强来瓜分来欺辱，你们长大了要为你的祖国去奋斗。我想我多爱我的祖国，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离开我的祖国呢？当我在渡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走过去我还能不能回来，我就说，祖国呀，我爱你，我有一天会回来。我用了6个小时爬过黑龙江，感谢主，那个警察就没有发现我。所以当我逃到苏联已经是早晨的9点钟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，跟你们出国都不一样的，你们出国都有亲人送啊，旁边很多的亲人朋友在哭，我出国的时候是很凄惨的，我那叫亡命，亡命。当我获得第一次自由的时候，我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哇，我还有真实的名字叫张伯利，我有半年多没敢叫这个名字，我就对着那个天空就喊张伯利，我觉得我好幸福，因为我自由了，那时候才觉得自由多么的可贵。所以裴德芬有一句话说，生命诚可贵，自由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一个没有失去自由的人，他不懂得什么叫自由。我们现在在台湾，我在美国，我看到很多人随便的挥霍自由的时候，我就很难过。那美国那个自由跟那个高速公路的废气一样的多，人们根本不知道珍惜它。可是当我到了苏联的时候，我觉得自由对我这样的人是多么的需要。我是一个争取自由的人，却为了自由失去了自由，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可怜呢。所以当我开始就走，我就走啊，那雪非常的深，大概有这样的深，每走一步都费出极大的代价，没有路，根本没有路。所以我就说，耶稣啊，你不是道路真理生命吗？你就给我道吧，你给我道，你没有道我怎么能找到真理呢？对不对？没有真理我生命也没有意义嘛，所以你给我道路 我好走出去啊。没有道路我就找脚印儿。我在当地是很习惯在那个冰天雪地，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在东北，我是个黑龙江人，所以我就想在雪地里如果能找到人的脚印儿，那我碎着脚印我就能找到有人烟的地方。可是没有人的脚印，全是野兽的，那大的那么大你不敢跟他去，你跟他去他把你吃了。
那小的都钻到草丛里去了。所以我就走啊走啊走的，风雪越刮越大，越刮越大，越刮。我到下午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力气了。我从凌晨三点钟开始渡江，到下午我的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那个，尽管那个冷啊，那个脸上啊，胡子，我那胡子很长，那胡子上全是白霜，一哈气那个眼眉都是白霜。有人看到你，以为你是圣诞老人呢。那天好，正好是圣诞节。结果那天我就这样走走走的时候，我突然，当我力气没有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一种恐惧。那个暴风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不要再走了，因为我力气没有了，我可能还有一点点力气。我顺着我原来的脚印赶紧回国，我找到我的脚印，我往回走，然后下次我再找到真正的能够出去的地点，我再重新出来。啊，我这出国很随便的啊。所以当我随着脚印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走不到十米，我的头就大了。我记得我的头发就直起来，毛骨悚然。那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毛骨悚然，因为我的脚印全被大雪覆盖了，四处白茫茫的一片，风雪刮得你在雪地里都站不住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知道我的生命可能到最后一刻了。我想我怎么办，我是当地人，我知道在这种寒冷的零下40度的严寒里边，一个人他的身体如果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的话，他活不过20几个小时，大概10几个小时他就会被冻僵。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看到一个草堆，那个草堆很大，大概有这个教堂这么大。我就躲到那个草堆里边去，我把那个草堆拉出来一捆草，我藏进外面的狼就叫，那狼都是成群的狼。我想我赶紧钻到里边，别让狼发现我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。那大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我就开始，当我一不动不走的时候，那种寒冷是人不能经受得了的。我就开始浑身大颤，我根本控制不住，上下牙就大颤，最后冻得我自己慢慢的也不动了。我知道我完了，我冻僵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暗已经来临了，那个大地一片的黑暗。那是晚上4点钟，当地下午3点半就开始黑天。我一看表是4点钟，我突然感到我很可悲耶，我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？我说主啊，如果 你存在，你为什么不爱我呢？你让我躲在这里死在这里，你还不如让我当时死在天安门广场了，有一天平反了人还记得我，你说我死在这里谁都不记得，还弄个叛国贼。他心情很坏，但是这时候我就想起姐姐讲的话，说孩子，如果你生命走到了尽头，如果你遇到了困难，就向主祷告。我们的主是个垂听祷告的主。说实话，按照我的文化，按照我的理性，如果不到那个时刻，我是不会祷告的。我怎么能求上帝呢？因为我就是我的上帝啊！我过去那半年多，我靠我的智慧，我的聪明，我躲过了警察一次一次的追捕，没有警察能抓到我的，我走到对面他认不出来我，我就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沉着，那么的智慧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坐了一个小马车过一个封锁线的时候，我看到突然那个警察就把那个所有的车辆都拦下来，然后几十个警察端着冲锋枪带着钢盔就在那检查每个过量的人。我那个赶车的朋友是个农民，我坐在他车上，他拿着那个鞭子突然就开始抖。哎，我说你不能抖啊，你抖你就招了，你说我们车有问题，你赶紧来搜查。他说那我控制不住啊。他说那咱们把车赶紧往回走吧，往回走吧。我说你不能往回走，你往回走警察就追上来了，说你为什么所有的车都经过检查就你往回跑呢？那你一定有问题，往前走。他说那不行，我这坐不住了。他坐都坐不住了。我说你给我把鞭子给我，我拿过鞭子，我也抖。哎，我也抖，我也害怕。但是当我拿起鞭子的时候，我就把那鞭子抱在怀里，那个车就慢慢的往前走，走到警察跟前的时候，警察说站住，干什么去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，我想我逃过去，但我不能说呀。我干什么去？我想回头跟他商量商量干什么去。我回头一看，他在车上走呢，躺在上面，坐都坐不住。我突然想起，我说我看病去，他有病，你看他。他说他什么病？我说你叫6月份，你看他发烧，那脸啪啪的淌汗，浑脸那脸都是惨白的，躺都躺不住，躺还在那哆嗦。我的警察一看病得真不轻啊，一摸脸那头都凉的，说赶紧过去吧。你看我就有智慧，我就知道我能够走过去。当我刚走，我就突然后面一声站住，我吓一跳。那警察就过来了，先不要走，过来。另外一个警察就过来了，拿一个本，那本子他一打开
上面有三张我的照片。哇，有一张是我穿西装的，有一张是学生证里的，哇，还有一张是个生活照。我说他们搞的是各种侧面都有，然后底下是我所有的这个特征。那个特征是说，张伯立，男，26岁，黑龙江省望奎县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圆脸，双眼皮，翘鼻子，厚嘴唇，东北口音，所以很像啊。如果他拿着那个通缉令对着我的脸，我想我没出逃了。尽管我穿着是农民的衣服，我扮装农民，可是我还是逃不过去的。那警察那眼睛是雪亮的，对不对？那哪个警察那个都经过特殊训练的。结果他拿着那个通缉令，他不对我的脸，他对车上那个人脸。他怎么对怎么不像，我长得是黑的圆的，那个人脸是长的白的，所以不像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个天门的学生还会赶车。他怎么能赶车呢？那一定是坐车的。所以我知道我是有智慧的，但在那天在冰天雪地里面，我觉得我的一切智慧都没有用，我一切的知识都没有用，我知道我要冻死了。所以就开始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我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是救主。那时候什么都承认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说你是哈利路亚。就反正就挺好听的说了，然后就说呀，说我没有办法了，你帮助我，真的是你帮助我。我说你来帮助我，你也真的是你来帮助我的父亲母亲，你也帮助天门逃难的孩子，千万不要像我今天陷入这样的绝境。我就祷告祷告，我越祷告我发现我身体开始热起来，不再寒冷，又不再抖了，越来越热越来越热。突然就这个时候我想起我小时候读的一本书，一本科学的书，说叫《10万个为什么》，说为什么人要冻死的时候身体是发热。当我的理性一回来，我一下就惨了，我一下就瘫到那儿了，我说我要死了。哇，那时候立刻但是我就感觉到那个里边雪亮，那个整个的那个雪堆里边都是亮的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，你死不了，你死不了，有一天你要为我的名去奔走。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就说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说耶稣你来帮助我。我就很就像一个要死人抓那个救命稻草一样，我就说耶稣你帮助我，若你让我活过今天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哈利路亚。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啊，那时候只知道每次我在地窖里，人家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是你喜悦的。我想那既然他喜悦，我就说呗，对不对？我就说了。没想到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祷告改变了我的一生，想都想不到，我都没有想到那句话我就说出来了，现在常常的后悔。为什么说那个呢？就说算了，主啊，你要让我活过今天，我就退休以后我就服侍你就好了嘛，你说对不对？为什么说呢？所以我说了我忘了，神没有忘记的。我一会儿跟你们分享，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就在那种祷告中，我昏睡过去，我整整在那雪地里埋了24个小时。我是第二天下午4点钟被苏联人从雪地里挖出来，他们挖那个草，那个草是在平原上打的草，拉回城那个乡村去喂牛的草，所以把我当那个喂牛草就给我扔上车上去了。他们发现了这个人，他们发现这个人还有呼吸，所以他们就用热咖啡把我灌醒。当我醒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全部的冻僵了。一个苏联高大的青年，他在抱着我，就像抱一个木棍，直直的。然后他就不断的在晃我，就喊达瓦利什，达瓦利什，达瓦利什，那个俄语同志的意思，他就喊我同志，同志。我就醒过来，我想跟他说什么，但是我一句都说不出来。可是就在那一刻，我的眼睛突然就看到那个草堆，那个巨大的草堆，头天晚上黑天我都没有看见，那么巨大的一个草堆在他们的灯光下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全被大雪覆盖着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露出草来。我就是埋藏在那个里边，他就挖2拖拉机的草，他就把我挖出来，他又挖偏一点，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挖他都会挖不到我的。然后那个集体农庄那个人，他们就用俄文说，我是懂俄文的，我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学俄文，他就说这个人好幸运的，我们一个月才拉一次草啊，而且这次是提前3天来拉草，因为后天还有更大的一场暴风雪，如果不是提前3天，这个人肯定冻死了。但那一刻我的想法跟他们完全不一样，我说神啊，你真是神，神真的是神，神不是人的。那时候才觉得
哇，这个神了不起啊，他可以做人任何的事情，是因为昨天晚上他半夜的时候把人叫起来来拉草。我就这样信了耶稣。哈利路亚。没有经过什么查经班的，没有听过牧师讲道啊，也没有长老给我祷告啊，我就信了耶稣，是因为我在那个生命最后一刻，我看到他的信实，他的慈爱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神真的离我这样的近。我突然发现，当耶稣进入我心中，我整个的生命都改变了。当我进入耶稣，我信耶稣的第一天，我就坐牢了。你们谁信耶稣第一天你们坐牢了？我就被咣当就关到那个 KGB 的牢房里去。那 KGB 过去，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 KGB， 我就想到那 KGB 是多坏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脚都安那个针带毒的，踹你一脚你就死了，还不当天死呢，我告诉你。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诡计，很多的恶毒在那里边。我进入那个监狱，我一拉开我的床单，我就发现那个床垫上全是一滩一滩的鲜血。我想到明天他们是不是该打我了，把我上老虎凳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刻，神就在我的心中就安慰我。我突然发现我要唱歌，我半年没有唱过歌，我就想唱歌，就一种欲望，我就唱歌，我就开始唱。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的平安。我不会唱其他的歌曲的，我就会唱那一首，翻过来倒过去唱。后来唱唱，我开始唱苏联的歌曲，什么三套车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、山楂树。我一唱，把那个卫兵全唱来了。他们一看，哎，你怎么会唱苏联歌呢？我说你们不老大哥吗？从小就学你们唱歌，所以就在那开始歌唱。那个歌唱使我有特殊的感受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我虽然现在坐在监狱里，但是我内心自由了。那时候我突然感觉到，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是发自他的内心，是在他的里边。当他里边真正自由了，那个人才是自由的。如果他里边没有自由，即使外边他有自由的空气，他有自由的生活，他还是被捆绑，还是不自由的。可是那天在那里边，我突然感觉到我有无限的自由，我在那可以安然的入睡，不再害怕。就在那半年我在外面逃亡的时候，我每一天担心被捕，每一天担心被捕，每一天担心坐牢。我没有想到我坐牢原来是这样幸福，这样的自由，这非常奇妙的。后来有一天莫斯科来了一个将军，一个 KGB 的将军，他来审讯我。然后他就说，我现在代表我们的国家政府来告诉你我们的决定。我想他一定把我送到美国了。我跟他说，美国不行，法国也行啊，法国不行，匈牙利也凑合啊，匈牙利不行，就是留着你们苏联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都不行。他对我说，我们政府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。我就傻了，哎，我说主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说你都已经救过我一次了，你怎么让你不让我去美国，你让我回中国？我回中国，我还用他送吗？对不对？那我自己就去就完了吗？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开始提醒我说，你的头发我已经数算过，你不要担心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不害怕，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将我送给中国政府？他说，因为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。你知道戈尔巴乔夫那时候访问中国恢复了关系，我不能因为你遭到破坏。我们还有6000公里的边防线的安全，你知道你们中国是好战的国家，经常侵略我们，在边境挑衅。我说，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侵略你们？历来都是你们侵略我们。我说，你们有一个城市就叫伯利，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，现在叫哈布罗斯克。你们江东64屯，你们占了我们中国大量的国土。哇，他说你很爱国，那就把你送回去好了。在1990年的1月份的一天晚上，他们把我戴上手铐，把我蒙上眼睛，那个汽车把我送到了中苏边境，就到了我埋大雪掩埋我的那个地方。他们还让我到那个故地重游一番，说你要不要看看你埋的那个坑？我就去了。我到那还找我在那边丢了一个笔，我还在那里找了半天没找到。我说那就留给苏联人做纪念好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走到了中苏边境，我看到他们的军队迅速的散开，在晚上他们在雪地嘎嘎的走，所有的灯都关掉，车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一种特殊的平安在我的心中。我想我这次啊，我可不爬了。我想解放军来，他一定会抬着个担架或者把我背回去，我是不走了，那个雪地太难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上校突然跟我说，他说，张先生，我们没有通知中国的政府和军队，我们决定让你自己走回去。
哎，我说感谢主啊，我觉得主的一切决定都是好的。阿门。我相信神在我回去时有个美意，我说你看他垂听我的祷告，我即使祷告三天，你看他就没有把我送给中国政府。啊，他说那好啊，你回去，如果你被抓到算你倒霉，如果没被抓到，那就是你的主听了你祷告。我说我告诉你，我在中国再藏两年，他还抓不到我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因为有上帝在我的心中，他帮助我。所以后来我真的就在中国藏了两年，我就回到了中国。我在中国一个人在深山里生活了两年的时间，那两年是我人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间。那两年最多的时候，我有半年没有见过人，没有说过话。一个人半年不会说话，你想他会怎么样？他就不会说话了，他没有说话的欲望了。我那个时候后来我就说，主啊，你千万不要让我不要就不会讲话，有一天我见到人不会讲话怎么办？主说你就对我讲。所以每天我对他讲话，自言自语。如果你旁边来人，你觉得那人一定是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每天对他讲，我就歌唱，我歌唱，我对着森林来歌唱。所以你看我声音很大，你知道我声乐就那时候练出来的，我对着森林来歌唱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都是美的。他把我扔在这个荒山野岭，我没有被饿死，没有被冻死。我住在那个一个地挖的坑里边，上面盖着盖，那叫地印子，没有门，我就用那个草堆来堵着那个门。每天暴风雪哇哇的刮，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被子上面就一层白霜。所以身上我长满了疥疮，那个很不卫生，然后那个肉就一块块的烂，根本不敢去医院，也没有药可以医治。所以我每天我必须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跑，跑到最后我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才能够躺下能睡一会儿。但是我有个信念，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旨意，这个旨意是一生的，现在只是一个暂时的，他让我经过这些。这个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有这样的信念。另外还有个女儿，我想我不能让我女儿有一天见不到我，不管怎么哭我都不会去死，我都不要去自杀，我要活着。但是也有个声音老跟我说，你死了就好了，你死了就什么都解脱了。但是我想有一天如果我死了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她要问我的爸爸是谁，她为什么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她为什么撇下我不管，我想我如何面对她。在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跳楼自杀，受不了那种逼迫，但是最后孩子长大，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创伤。所以那时候想我不能死，我就这样活过来。我经历了那两年，我经历了妻离子散，后来我的太太跟我离婚。她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，她只登了一个报纸，登了一个广告就跟我分手了。孩子被她送给一个农民，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那是两年以后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那个深山里不能再活下去，我每一天就拼命的在那个外面走啊走啊，我就想我跟我太太我们相爱的情景。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孩子，我每天抱着他去散步，给他讲故事那个样子。我想这一切都离开了我。那个时候我接到一封信，那封信是我是孩子的妈妈写给我的，她说在中国你没什么可以留恋的，你走吧。我就又一次的开始逃离中国。那是1991年的4月份，我离开了这个我藏匿的那个荒原，我来到了一个城市。当我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，他们为我安排让我逃到香港，或者逃到台湾，或者逃到印度，所以很多的路线给我安排。最后选择了，我说我还是逃到香港吧，尽管香港比较危险，但是路程比较短，我再不要走了。我走的我真的是不知道哪里去啊，我如果走到不是走到冰天雪地，我走到森林里，我被蛇被野兽把我吃了，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我要走香港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惧怕了，坐牢就坐牢，我想我的人生总是要有一个交代。可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一直是我放不下，就是我的女儿。我想我要看她一次，我如果不看她，有一天她长大了，她会说，爸爸，为什么在那两年你没有去看过我一次？可是我的朋友说你不能看他，因为他24个小时被警察监控，是全天候的监控。你去看他，你立刻就被抓起来，抓了你两年没有抓到。天门被通缉的21个学生已经有14个被抓进牢房，有6个逃到了海外，唯一这个没有抓到的那就是你。
那你去你不自投罗网吗？可是我还是决定要去。那几天我有一段时间的祷告，我觉得我很平安，我觉得宁可坐牢被击毙，我要看我的女儿，我要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我已经做得很不合格了，但是我要这样去做。我的朋友为我借了一部车，我们开了6个小时，到了黑龙江一个小小的村落里，在那个小村落一个小院里，我看到了我的女儿。那一天在4月份，雪刚刚的融化，但是还有很多的残雪。这个孩子就在那个雪地里站着，站在院里孤独的在那站着，手里拿一个硬硬的馒头。我看他的脚上没有袜子，我看他的衣服非常的肮脏，我看他的头发全是草沫。我就想，这是我的女儿吗？小的时候在城市里边是那样的幸福。我就走过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叫张小雪。我说你知道爸爸叫什么名字吗？他说我知道，他叫张伯利。我说你见过他吗？他说我见过照片。我就要告诉他我是你父亲，我来找你，我来看你。我的朋友说你不能说，如果你说了，孩子不懂事，他说出去，人家立刻找到你的线索了。可是那时候我不能不说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。如果我不说，我这次去往香港逃，我过大海，那遇到了暴风雨，那个船翻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。我就蹲下来，我对她说，我是雪儿，我就是爸爸，我来看你。我就在他的眼神中，我没有看到一丝怀疑，因为那2年里没有一个人敢跟小雪说我是你爸爸，只有他亲生的父亲才能这样的来寻找他。他就看着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就在那看着。我的朋友说你不能再看了，你赶紧上车，一会儿警察回来我们就全被抓起来了，赶紧走。我突然说，雪儿，你叫声爸爸。我做了4年的父亲，我的女儿已经4岁了，我没有听过叫一声爸爸。我说叫声爸爸，该走了，等爸毕业了就来接你回家。他叫不出来，他一句也叫不出来，他就看着我。我的朋友说别叫了，你别让他叫了，他叫不叫你都是他爸爸，这是改变不了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叫嘛，你为什么一定让他叫？你赶紧上车，不要难为孩子，把我推上车。可是我的车刚要开走，我的女儿突然就扑上来，我说不要开车，别撞到孩子。他就对着那小车窗子就看着我，就说了一声爸。他说爸，是你的吉普车吗？他说爸，你什么时候坐这个车接我回家？我当时眼泪就流出来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接他回家，我就拼命的点头。当那个车开走的时候，我看我的女儿小小的身影被贴在那个雪地上，我那时候我才感受到为什么我的阿爸父天父上帝他要寻找我，为什么他要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神。那一天我才真正的体会到父神的心意。后来我逃到了美国，我来到了美国，那是1991年的6月15号，我到了纽约，我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。我突然发现，哇，还有这样美丽的地方，我过去在深山里面我没有看到这些地方，我突然看到，我觉得哇，我的生命可能要重新开始。我就发誓，我要把一切失去的重新夺回来，我失去的学位我可以重新读回来，一切我都可以重新开始。那个时候我来到教会，
教会弟兄姊妹向我传福音，我就跟他们说我信了耶稣。他说你怎么信的？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在冰天雪地里的故事。哇，他们说哇你这个不简单呢，哇你这个神要用你，神要拣选你，因为你说你要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，你要自己献上。那我就问他活祭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说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说呢？我说大家都那么说吗？那我就说了。后来就他们就带我看创看那个罗马书，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然后又带我看利未记，说你看那个利未记那献祭就是这么献的，就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。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读神学啊，然后你去做牧师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牧师我不要做，我不要做，我说我才不做牧师呢，我看那牧师多辛苦啊，哇，教会里也不见得都那么好领导，你知道吗？我才不要做呢。我说我是一个上帝拣选的，为了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一个人，我的责任重大，我要在美国拿一个学位，有一天我回去我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，我要参加竞选。我说因为我在中国我吃了苦，别人没有吃到，你知道，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想什么，我知道他们多么的贫穷，我是多么的爱他们，所以我知道我不要奉献，我不要读神学。那我好多朋友慢慢都读神学走了，那很奇妙。所以在1989年6月4号以后，北京那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北美啊，大批的信主，很多就开始读神学。到今天为止，在北美我们已经有500个神学生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。哈利路亚，在弟兄姊妹，你们想都想不到，那就是神的奇妙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很悖逆，我说为什么拣选我呢？我不要去。后来神用他的方法来管教我，我后来就病倒了。但是我来到美国不到三个月我就病倒了，我就住进了普林斯顿的医院。在那个医院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经过各种的检查，最后医生跟我谈话，他说你要化疗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是 cancer， 你得的是癌症，你要化疗，你要用药，你要签字，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你的头发会掉光，你的骨质会疏松，你可能很多很多的那个副作用。我说那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呢？他说因为可以治你的癌细胞。我说那我能活多久？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也许是三个月，也许是三年。我说四年呢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突然发现我的生命突然变得那么短，三年能干什么呢？一个学位也读不完，对不对？读完又能怎么样呢？读完毕业那天你就走了。我觉得人太可怜了，太渺小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呼求神，我说神怎么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你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的苦难？你看我刚刚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土，发现那个草是绿的，天是蓝的，突然我就进了医院，我就没几天了。当我听到那个宣判的时候，那一天我记得我正在学英文，我听耳机的，我就把那个耳机子摘下来，我就扔了，我就开始埋怨神，我就开始离开神，我觉得这个神他不爱我，我也不再祷告，也不再读经，我就每天在那里等待着死亡，每天想自己的孩子，想自己的父亲母亲，非常的难过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天难过到一个半夜，我就三点钟我就睡不着，我就知道可能明天我就要死了，我就可能我活不过天亮，我就把那氧气拔下来，我就拿起电话找我的牧师，我就说你要来。牧师说干嘛？半夜三点钟打电话，牧师也不高兴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么晚你怎么了？我说我活不过天亮。哦，他也不太高兴。我一想，那你有什么不高兴？你不传道吗？传道谁传谁道，应该来啊，不来行吗？所以我现在是传道啊，我现在就随传随道啊。所以他就来了，哇，就给我祷告。后来说，哎，等你好一点出去我就给你受洗。我说现在就洗。他说不行，哎，弟兄，我们一定要浸水里的。他说你看你这浑身插满了管子，上下都是管子，我拔掉哪个你都会死掉的，说不定。我也不敢拔呀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就走了。我就气得就不得了了。我说这可怎么办？那我明天死了怎么办？啊，人，我跟你说，有病的人脾气都不好的，这一有病他就会抱怨。这时候有两个马来西亚的一对夫妇，他们在这里，他们没有走，他们看着我，就是伯利弟兄，我为你祷告。他说你是不是口中相信心里承认呢？我说是啊。他说那你就得救了。
我说那不受洗行吗？他说我给你看段经文，你来看。他就打开，他说你打开路加福音，那是我好长时间第一次拿起圣经，我打开路加福音。他说你看32章，我就看，我就读了一段经文，那段经文说有一个强盗，两个强盗钉在耶稣的一左一右。然后有一个强盗说，耶稣啊，若你的国降临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，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了。他说你看那人没受洗，他得救了，是因着他的信心。我说哎呀，那好啊，那好啊，那说不定我天亮我也得救了，没关系了，所以就不害怕了。可突然一细读，不对呀、啊、我说他定在十字架下不来了，他当然不能受洗啊。我说我现在还可以啊。他说那你也下不来，你也算定在十字架，你那么多管子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担心了啊。那天我突然一种平安进入我的心中，神的爱也重新的，我就感受到他的爱，所以我就说哎呀，这个耶稣太好了，我要信他。他说弟兄啊，你还要有信心，你要神来医治你，你不要老唉声叹气，你就求神说，神你医治我。他说就像你当年在冰天雪地里说，你说你若医治我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哎，我想对啊，这么长时间我没想到这儿呢。我想就做牧师总比死了强啊，对不对？我说神啊，你若医治我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，这次说话算话，绝不耍赖。哎，奇妙，真非常的奇妙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就被圣灵充满，我感到一种无限的爱。我说我要打电话告诉我的妈妈，我信主了，我就得救了。我即使明天走了，我也去神那里去了。我说可是我没有钱，你知道打国际长途需要钱吗？那个医生就来了，说你打吧，没有关系了，你在我们这你不知道欠我们多少钱了，你都没钱呢。我那一天晚上的房费就要1600美金呢，你打个电话能有多少？你打吧。我就拿起电话，我一打电话，我的妈妈在那边接的，2年多没有听到我的声音，突然听到我的声音，妈妈就说你是伯利吗？我说是啊。她哇就开始哭，怎么说也止不住。我说妈不要哭，这是国际长途。她立刻就不哭了。我就跟妈妈说，妈妈你知道吗，我信主了。妈妈说你信哪个主啊？我说耶稣啊。那不外国的主吗？我说是全人类的救主啊。我说我不要在电话里跟你谈这么多，我就求你一件事，你信主好了。妈说这么简单就信主了？我说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信主，你见不到我，你要信了主，你就能见到你的儿子。妈妈也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，她不知道我病重快死了，我也不能跟她说呀。她就说我早晚见到你，我年龄比邓小平小那么多，我活不过他。我一想你能活过他，我不见得能活过他呀。我说你信主吧，妈，你信了主了，我们就会见面的。妈妈看我在那里哭，她知道这个儿子是很刚硬的一个儿子。她说孩子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，但是你给我提出这个请求，我一定好好思想。你知道我一辈子无神论，信了共产主义信了一辈子，你得让我有个时间呢。5年以后，那是我已经奉献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半夜，我住在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里边，那电话铃在半夜12点钟突然响了，因为美国人没有10点钟以后打电话的，我知道那是我的电话，我赶紧就接起来，那边是妈妈的声音。妈妈说，伯利，你知道吗，我信主了。我没有问他信哪一个主，我知道他信的是耶稣，我都没有问，我就开始哭，我就哇哇的哭在里边。妈妈说，孩子不要哭，这是国际长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一个亲人信主，你是多么的喜乐。后来我就跟神求，神真的就医治了我的癌细胞。当我化疗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癌细胞不见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但是那时候我虽然是这样说了，但是我还是没太想奉献呢。那我癌细胞没有了，可是我的肾脏衰竭，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医生也说不着，也许说你化疗的时候那个药是你的肾脏衰竭了。所以我就来到台湾，那是1992年3月份，我来到台湾。台湾这块土地，它伸出了它的臂膀来欢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一个没有自己祖国的人。我感受这块土地对我的接纳，对我的爱。他们把我安排到荣民总院，在中正楼给我安排了一个病房，在6楼的4号。
后来谁看我人都说那是六四病房，去找张伯礼六四病房。我在那里等待着洗肾，每天用激素，用大量的激素，脸变得很大，每天吃不饱，医生就给我一块小馒头，我觉得他虐待我，就给我那么点，所以每天有的时候偷偷跑出去吃，跑天母去吃。所以就在那段时间，有一天我隔壁那个老病人是个海军的舰长，他就说张先生你要不要信耶稣呢？我说我信多少年了。他说那我怎么看你不祷告呢？我说祷告他也不听啊。他说怎么不听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他说你看那神是听你祷告的，你看你的癌细胞神也医治了，你现在再跟他祷告，你就把自己献上好了，神就医治你了。那我那天我突然就明白了，我要祷告啊。我那天我医生带我看那个洗肾的地方，我一看那么多的人躺在那里，全是老人家，哪一个年轻的？然后在那洗肾，那个血流出来，流到外面，再流到几，我一想那我一看我不得晕吗？我说主啊，我坚决不，我不洗肾，我不洗肾。我回去我就跪在那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若你让我身体健康，彻底的医治我的肾脏疾病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，这次说话算话，绝不后悔。我今天献上了，这是彻底献上了。那神也是真的是垂听祷告，他彻底的医治了我的疾病。我是进入神学院的，我在美国病痛了四年，那病痛多少的生活不能自理，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在那里，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那么多的爱，神给了我那么多的安慰，让我走过那段病痛。后来我把自己奉献给神。1995年我进入威腾 college 去读神学。当我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，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神学院。我进入那个神学院，我开始学神学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哇，这个神学院怎么搞的？我学了不到半年，快学的不信了。每天就是理论，我也听不懂。然后那个感觉也不是很好。然后这个牧师呢，有的时候也经常的批评我，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的觉得，哇，跟神又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后来有一次我去纪念六四，那六四的时候。同学们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有几个同学从监狱里出来要见你，你过来吧，你都隐居快一年了。我说我不是隐居，我是读神学，因为我从世界分别出来跟你不一样，所以我就读神，安心读神，也不要老打扰我，你知道吗？说可是你得来啊，那死了那么多人，你是有责任的。好，我去吧。我跟我的教授请假，教授说不行，你是基督徒，你不能去。那我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去呢？我就去了，等我回来他停掉了我的奖学金。那我就跟他吵起来，我说那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可以给江泽民祷告，为什么不可能给天安门的死难的孩子们祷告呢？我觉得这不公平啊，我跟他吵。哎呀，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。我回到我的家里，我就想，我说神啊，你看怎么为什么这样，我说神，那你要是实在不要我就走了，我就不念了。我就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我的老师，我的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，他叫余英时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余先生就说，是不是有困难需要帮助啊？我说没困难，很好。啊，其实是想跟他说话帮助，但是我没有说。我突然又打电话给我另外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个台湾问题专家，当年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是通过这个人转达给蒋经国的，所以这个人很有地位在台海关系上。所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四年多，我从事的研究就是台海关系，你知道。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，结果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真的是这边读不下去了，也没钱了，奖学金也没有了。他说我说你不要去嘛，当时大家都看不好你去，你知道做基督徒做传道人不那么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回来吧，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全额奖学金，除了生活费我一个月还给你1000块钱，你知道吗？学费全免，给你1000块钱足够你用了，你再做点 TA， 你再教教书。我说好啊，哇，我就这样入学了，机票也拿到手了，家具也处理了，就等待着走了。走的时候可是有点害怕，说主啊，你可别找我啊，这病这个病可千万别回来呀，我是不得已呀，我不是不愿意服侍你啊，是他不要我呀。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常常想自己的理由，你知道吗？是他不要我，不是我不愿意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走了，我说我会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我会传福音，我向人传福音，没有做。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做传道人呢？就在那天要走的头一天晚上，突然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，那是一个我不是我的教会，我的教会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，
那个教会是一个唱歌就叫举手的教会，我去了两次，举了两次手，回来被训了两次，我再也不敢去了。但是我的名字那个每次来都有签到嘛，一个新人就新名名单还留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就按照我这个电话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有一个姐妹说，张弟兄，我们台湾有一个姐妹来祷告，她会祷告，她会讲方言，你要不要听一听啊？我说嗨呀，那方言那使徒时期都过去了，再没有方言是吧？我说我们教授告诉我那都是错的，都乱讲瞎讲一气，我不要去看。他说可是你没有看看，你没有感受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呢？哎，我说对呀、啊，我一想对呀、啊，反正那个教授他也管不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去看看去。我一天晚上我就去了，当我去的时候，那个姐妹说：“弟兄，你跪下来。”我就跪下来，他就开始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为我祷告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知道他的哥哥是个牧师，姓戴，叫戴医生，可能有你们有的认识他，他就开始给我说，就给我讲他全部的内容，那边就开始录音。他一说，那帮弟兄怎么就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吓得我一跳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弟兄，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在母腹中神就拣选了你。我想这是耶利米书里的话，我满脑的神学，满脑的这个，我根本不信这。我说耶利米书里的话我也会说啊，这个先知的预言就是这样讲的啊，啊，感受一下。然后他就说，神拣选你是为了你的国家。他说神要在北美带一万个精英回到中国去传福音，阿门。他说你就是这一万个人的班长，吓我一跳。我说我是班长，哎呀，我读个神学我都读不了，我还班长。我想难怪人家说灵恩派乱讲话，真的乱讲话。然后他就说神有一天要把你踢到三重天上，亲自的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说我不要去，我去回不来怎么办？我不去。他讲了很多了，他不是讲这几句，但是我记住这个深刻的就是他讲了好多好多好多，他神在你身上有个美好的旨意，那个旨意是你不知道的，但是有一天他会告诉你，当你走过了一切苦难，神会告诉你。哎呀，我一想啊，这个姐妹好厉害哦，那讲这话都不是我们的一个教会讲的，我们教会不这样讲的，我们教会是主啊，若你许可你就帮助他吧。可是当我从他家出来，我开着车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下大雨，我在前面看不到路，我就拼命的用雨刷刷雨刷刷雨刷刷，可是我发现不是雨，是我的眼泪，我就不能再开车，我就把车停在那高速公路的旁边，我就哇就开始哭。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为什么老受拒绝呢？我爱我的国家，我被我的国家拒绝；我爱我的主，我来到神学院却被神学院拒绝。我就很痛苦，我就开始哭，开始哭，开始哭。当我哭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耶稣在车窗外向我走过来，他就向我走过来，那个荣光就充满了我的车里边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。”他没有说别人爱我，他只说我爱你。我立刻想到，这是我的错呀。我说张伯利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子？耶稣是多么的爱你啊，你在天安门没有被打死啊，你跑了那么多长时间没有被抓到啊，你在冰天雪地里没有冻死啊，你在深山里两年没有饿死啊，你身体得了那么多的疾病，你神医治了你啊，难道神的恩典不够大吗？一点点的小的挫折，你就开始怨天怨地，你怨上帝。我那一天我回到我的家，我看到我打好的行李，看到行李上面的机票，我就跪下来打开圣经，我一下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看到耶稣基督给五千人吃饱。我不知道神为什么那天晚上让我读这段经文，但是我知道这段经文是神今天晚上让我读的。当我读到那五千人，我就看到耶稣五十人一组，一百人一组，他分得好好的坐在那里。我突然想起了天安门广场，我在那里讲演，底下的人也是一百人一组，五十一组，三十一组的坐在那里，五十多万的人在那里欢呼追求民主。我在那里讲演，我心里非常的清楚底下都是什么人。我知道那里不完全是追求民主的人，也有看热闹的，也有政府派来的，什么人都有。我也相信耶稣基督那五千人也什么人都有，他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出卖了他，还有彼得那么爱他的一个人，在鸡叫的之前有三次不敢叫他的名字。我想可能我见到的那个牧师就是个软弱的人，在那个时刻他软弱了，
我见到他我就跌倒了，那是我跟神的感情不深呢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的软弱呀。其实牧师当时说我的也是有道理的，是因为你骄傲啊。我那一天我学会了直接越过所有的来看耶稣，越过所有的人来看耶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教会你不要受伤，你知道牧师也是人，弟兄姊妹也是人，你要直接看我们的主，因为你信的不是牧师，你信的是耶稣，他是你的主。所以那天我开始被刚强起来，我被圣灵充满。我那天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要走下去，十字架是一条窄路，但是你呼召了我，你医治了我，我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我绝不回头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绝不回头。因为神有那样的托付的给了我，但是我突然发现那个先知讲的一切的话都是对的。阿门。第二天我的朋友打电话说我送你去机场，我说你不用了，有人送我了，他就没有来。那张机票在我那上面桌子上整整的放了两个礼拜，我没有动它。两个礼拜以后，我的教授开始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了，他说你不来了，我说是，他说我就知道当到飞机场没有接到你，我就知道你再不会来了，因为信耶稣啊那是有瘾的，你上瘾了。他说我告诉你张伯利啊，你研究这个台湾问题啊，全世界都没有几个呀，你知道吗？台海关系啊，咱们活着的时候见不到台湾独立的，也见不到台湾和大陆统一啊，所以咱们研究这个课题啊永远有前途的，你为什么就不来呢？但是我说我有一个呼召，那是上帝对我的呼召，我也很谢谢你在我困难时对我的帮助，所以我就留下来。我留下来我面对的就是生存，我首先要生存下来，我要能够有钱来付房子。那时候我没有一个教会支持我，我就一个人在那孤零零的，朋友也离开我，因为很多的论断，很多的批评，朋友离开我说这个人是搞政治的，我跟你讲骄傲得很呐、啊。那个他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background，所以他很骄傲的，这个人需要上帝粉碎他呀。啊，但是在那个学校有七个中国学生，有两个台湾的，两个大陆的，一个马来西亚的，还有一个菲律宾的，但是他们很爱我。这几个人，这几个学生全女生，就我一个男生，我比他们，所以我在那里还挺得宠的。我比他们大概大十岁左右，都是小妹妹，他们就不断的帮我找工作。后来说你去找中国餐馆，说不定中国餐馆去能找到一份工作。我就去一个中国餐馆，到那个餐馆的时候，那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？我就很谦卑嘛，基督徒嘛，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，我来学习来了。说那你走吧，我不用不会干的。那我就回来了。大家说你不要那么笨嘛，你不要说你不会干嘛。我说可是咱们基督徒，咱不会干就是不会干，咱也不能说谎啊。说你要像蛇一样的灵巧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智慧一点嘛。结果又去一个餐馆，那个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？那我就不能说不会干了。那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？他说大厨啊。我说那我就做大厨好了。他说你做过大厨吗？我说我在家里天天做菜。我就不正面回答他。说那好，你试一下吧。他就从那个冰箱里拿一块肉那么大，然后拿一个刀那么长，说你给我切肉丝。我想切肉丝，我在家里都做红烧肉，都切肉块，很少切肉丝。我就给他切，我切了五刀。他说 stop， 不要切了。他说你不会做，你走吧。哎呦，刀放下我走了。主啊，怎么这样？你看找个餐馆都找不到，你说我还能干什么？结果这个老板突然就追出来了，说哎你停下。我说哎你看这主，我一呼求他的名字就解决问题了。这老板娘就回来了，这老板娘这手油着麻花塞到兜里，掏出五块钱说给你这五块钱，这是你的今天的报酬。他当时拿着五块钱，那个抽抽巴巴的五块钱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我说这个老板娘她怎么这样？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我到美国国会讲演的时候，那国会议员都给我全体起立啊。我住院的时候，美国总统都给我写信说我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呢。一个从餐馆老板给我五块钱赏赐的样子，我就不要，我是有志气的。我突然一想，哎呀，我是传道人现在，我现在是在旷野里要学习啊，我要降卑自己，我粉碎别人都是要粉碎，我要粉碎自己啊。我说好，给我好，这是我该得的。我刚才给你切了五刀，一刀一块，我拿了五块钱我就走了。当我回去的时候，朋友们给我撕一个纸条，说有一个工作你要去做。我说在哪里？他说这个工作好像很奇怪，一个小时八块钱，没人去做，你去看看去。我说什么工作？他做 yard worker， 就是在那个清理的花园。我说那好，我去好了。我去到那儿去英国，突然两个老人出现在那个巨大的房子面前，那房子非常的大，他们家好多 acre 的土地。
然后他站在那儿等着我，我去了，两个犹太人，我一看我心就冷了，犹太人呢、啊、犹太人这个老板不太好给他做呀，你知道，戴个小帽，两个犹太人站那儿。当我去的时候，老人家告诉我说，我们不仅要剪草的，我们还有五条狗需要你来牧羊哦。这五条狗我告诉你，立刻这五条狗就出来了，让我看，我一看五条狗，巨大的狗，最大的一个158磅，最小的130多磅，还有两个没尾巴的，哇，凶得很，站在这一站起来，有一个就站起来就把手就搭在我的肩上，舌头就伸出来，他那个狗每个来樱桃园都要这样的，那很多人一看他一搭撒嘴就跑，所以就全没有工作了嘛。那我说主啊，你来刚讲我，让我不要怕这狗，让这狗来爱我，我也爱他。我说因为我要不做这工作，我就明下个月我的房费就没了，我就不能够再走十架道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得被社会带走。我说主，你来帮助我，你给我勇气。然后我就突然伸出那个手，摸摸那个狗的那个下巴，那狗突然在地打个滚。那老人家哇，就是你了，你看这狗多喜欢你。哎，我就留下来，我就开始给这个跟这狗每天朝夕相处。我要给它清狗圈，那八月份那才热呢，我戴三个口罩的臭的我都受不了。那狗拉屎拉的很多，一堆一堆的，我要清出去，把那个地板擦的跟屋里地板一样的干净。然后我要给它们洗澡，还给它们梳毛，还要给它们刷牙。然后有的时候老人家也有恩典，说哎，你看这狗被你打扫的这么干净，你开车带它们出去兜兜风去。那我一开车我突然想，这是美国有钱人的生活呀啊。一般人过不上这种生活的，后边坐五条大狗威风凛凛的，我就开到学校去了，到查经班去，我们就查经，那狗在上面坐着。当我们查完经回到那个老人家，老人家给我20块钱，你们谁查经到查经班给过你们20块钱，神的恩典呢。所以我就这样的就在那里牧得很喜乐，每天回去读圣经，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再重新回神学院，但是我知道神有他的旨意，我就在这样等。在真的是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那时候在旷野里边，每一天都耶稣都跟我讲话，每一天魔鬼也跟我讲话，魔鬼说走吧走吧走吧，你为什么要牧狗呢？你是个领袖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跟那狗在一起？难道你就今天就没出息到这个程度吗？你们看你其他的同学都在华尔街吗？哎呀，但是神跟我说你要跟着我走，那是一条永生的道路。所以有一天我正在给那狗清狗圈，突然老人家叫住说，布林你来看你来看。我一进的屋，他让我看电视，那个电视 ABC 电视台正在播一个新闻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有1000多个毕业生站在那里，然后有一个人走上了台，代表所有的毕业生讲话。我一看是我天安门的 partner， 我是副总指挥，他也是副总指挥，我当时北京大学的，他是南京大学的，我还有点瞧不起他当时。结果他代表那个学生讲话，毕业了，拿了3个学位，一个法学博士，一个 MBA 商学硕士，还有一个文学学士。然后他的旁边站着美国最有钱的一个人，是管股票的，全世界股票都在手里操纵着，还有一参众两院的议员，还有他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他女朋友，还有我那些同学们，天安门的同学们都在他的旁边，就我不在。但是我看到那个的时候，我就听他说，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英文不懂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今天我可以对全世界说我知道我是谁了。一看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，拿着狗刷子啊，那心情很坏，那天心情真的很坏。我说主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当我回到我的家，我老想起他头上那个帽子，当校长把那帽子戴他的上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就这样永远在这样下去吗？那时候主就让我看到一个图画，他让我看到摩西在那里牧羊，摩西披下的是皇宫啊，是王子的位分啊，他40年在那里牧羊。我就说主啊，你让摩西牧了40年的羊，让我牧几年狗呢？难道让我牧40年狗吗？那我就完了，我就老了。但是在那天晚上，我读到了一段经文，在提婆太后书4:5-8，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
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。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。他说，我要被交鞭，离世的时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要赐给我的。他说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这时候看到一个冠冕，比哥伦比亚大学那个荣耀。我就看到那个冠冕，有一天我在主的面前，他要戴在我的头上。他说这是我赐给你的，因为你一生跟随了我。阿利路亚。所以当我看到那时候，我想到我走的是永生的道路，我是从世界分别出来，神给我那个冠冕比人间的冠冕要长久，要荣耀的多。从此我就坚定地沿着这个十字架的路走下来。后来我把自己奉献，我就来到了这个中国福音会。我到福音会第一天，我就开始写代祷信，我发给所有的朋友代祷信，我说我要带1000个人信主，然后我把自己奉献给中国，有一天我回到中国去传福音。结果我们那个秘书在给我改的时候，结果改成了10000个，就跟那个先知讲的是一样的。然后他就发出去，我的很多朋友打电话说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伯利，你真的是按照那个姐妹给你讲的一样，你要带10000个人信主回到中国去。我说我没有，我说带1000个。我说主啊，如果我带1000个人你再接我走，我以为带1000人信主多难的，你想对不对？你像我信主就搞了那么多年，我说我要带1000个就好。他说不，你看你带导信呢，我一看英文 10,000， 我说谁给我改的。但是很奇妙，我在台福神院读了3年的神学，在这3年的过程中，我带了3000多，到今天我已经带了4000多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信主，在北美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。我就想，如果那个姐妹不给我改那个，我就早被主接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是那个奇妙。我们现在在北美有多少的基督徒是来自于中国大陆？每次我们打开教堂的门，那大陆的弟兄姊妹就进来，他们心里渴慕，他们心里焦躁，他们有挫折，有伤害，他们需要神的爱，他们就进入到这里。有现在北美有30多万的留学生，10%的人信了耶稣，就3万多。有500多人在神学院里深造，或已经毕业投入工厂，还有很多人回到大陆去传福音。我那次跟张张有一次去，我们去到圣地亚哥，有一个弟兄来分享见证。我在讲之前，他来分享见证，他就说我回到大陆，他是一个博士。他靠着耶稣，他读完的博士，他读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信了耶稣，他读完了，他回到大陆去探家的时候，那个县里的领导就说，哇，我们县就出了这一个留美的博士，所以你要讲给你怎么靠着你对祖国的热爱，你为祖国争光的。所以他就讲，他说我读不下去，我就信了耶稣，耶稣就帮助我，然后我就读下来了。后来那个县里领导说，哎，讲得不错嘛，去出去讲一讲去吧。哇，他就四处讲，哇，他在那1个月他带了好几千人信主。他说我讲的时候我还没有讲完，那人就往出跑，说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信耶稣。他说你们坐回去，我还没讲完呢，坐回去。我们看到人心的渴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北美每一天都为你们祷告。当我要来之前，我的会友跟我说，伯利，对台湾的弟兄姊妹说，不要软弱。这个时候我们每天看到报纸，很多人因为经济的萧条、政治的乱象，他们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我就难过。我的教会70%来自于台湾，30%是来自于中国大陆。我们就为你们祷告，每一天都为你们祷告。弟兄姊妹说，你要告诉他们，神会带领台湾走过这一切的艰难。阿门。神要使用台湾每一个人，他的爱不会放下我们的，他的爱永远在我们身边，因为他爱台湾，他也爱台湾的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。让台湾有一天成为福音的出口。我感谢台湾，因为台湾多少的牧师去大陆宣教传福音，
是中国今天有这样的复兴，那是跟台湾的教会有紧密的联系的。因为台湾的教会永远是有国度的观念的，他们看到那片土地，因为那片土地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弟兄和姐妹。所以今天我愿意谢谢台湾的教会，我愿在这里说，神的爱永远和你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唱一首歌，最亲近的朋友，主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，他是我们最亲爱的伴侣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他的手总是紧紧地缠拉着我，把我们带在他的身边。他告诉我们当行的路，不让我们滑向死亡线，因为他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永远伴随着我们每一位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身边，告诉我当走一路，没有滑向死亡线。你爱何等地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。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心是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一路，没有花香春往前。你爱何等地长阔深高，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？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心是要跟随主。这个姐妹说，有了主我还要什么？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远离主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有了智慧我们还要什么？
我们会说有了金钱我们还要什么，我们会说有了地位我们还要什么，我会说有了学位我还要什么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比不上神的爱，因为这些东西会离开你，只有神的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。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求他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他进入我们的里边，做我们生命的主。神，我有个感动，我有个呼召，如果在今天晚上你愿意信耶稣，你让他的平安喜乐进入你的心中，你让他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，永远跟随着你，带领着你走一生的道路。在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走到台前来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圣灵要感动你，他要充满你，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你愿意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愿在今天再一次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说主啊，我要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，我要为你的福音去奔走，我要为台湾的福音，我要去奔走，让福音在台湾畅行无阻。如果你愿意为中国说主啊，求你来差遣我，我要去那块土地上播种神的爱。如果你愿意，一会儿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你可以走出来，我们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。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拉着我，把我带
太棒了。有了猪还要什么，我心与猪心相连，我已失去了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今天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要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他要使用我们的一生，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，他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。也许你现在不知道，但是当你走过一切的苦难，你就知道了，因为苦难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他使我们更加的刚强，他使我们面对苦难无所畏惧，因为有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边。耶稣说，圣经说，谁能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刀剑吗？ No， 都不是，因为他的爱是长阔的高深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愿意为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们祷告。如果你们没有走出去，请你们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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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接受你作为他们的救主。主，他们也把自己奉献给你作为活祭。主，就求你使用他们的一生，你的圣灵来充满他们，让他每一天为你而活。哈利路亚！不管他们前面有多少的挫折，有多少的困难，但是主，你牵拉着我们的手，要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每一个小站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你的恩典是那样的多。哈利路亚！当我今天为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信主的时候，那些河南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十七八岁，他们就去那艰苦的地方去传福音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就卖自己的血。今天我们在这样好的环境下，我们在这样平安自由的地方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的教会，你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一起举起圣洁的手为台湾来祷告。台湾呐，你是上帝的国度，台湾呐，你要振兴起来，台湾你要振兴起来，神的儿女你要振兴起来，因为神把我们交托在这块土地上，就有他美好的旨意，他让我们把耶稣的爱传遍这个宝岛每一个地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主，他要使用台湾，使用今天走出来和没有走出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因为他的爱永远和我们同在，他让我们没有惧怕，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盼望，因为有那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就让我们刚枪壮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这个时刻我们也为台湾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，主要为今天在场的和走出来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。主啊，就求你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主啊，让我们也充满了你的爱，把你的爱流遍我们周围的每个人，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，传给我们的同胞，传给我们单位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台湾成为你福音的国度，台湾要成为一个福音的航空母舰，它要远行，乘着你的浪潮远行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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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有一天当你的台湾完全归主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是你国度降临在世界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台湾成为一个宣教的航空母舰，不仅驶向大陆，也驶向全世界。哈利路亚，只有海峡两岸我们都信了耶稣，在主的里边，
我们才能够永远的相爱。今天神的祝福要临到台湾，愿他的爱，愿他的祝福与弟兄姊妹和台湾永远同在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